今天是黄玉邀请客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到了东北菜馆。谢谢三姐。嗯、黄玉的鞋看到了，大腿丫子肉都挤出来。黄玉今天心情不是很好，因为他马上就要回国了，他特别不舍得王子。想多了，我现在心情特别好，因为马上就要回国。你要检举谁不？你要投诉吗？没有。那你这样的，你跟团长说句话，团长还在家呢。团长，你好好睡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带团长出去吃饭呢？因为大哥说不带你们两个人。王子，你跟四儿和小四儿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晚安。吃好睡好，其实不是大哥不带你们，是三姐给一个座坐满了，你们就来不了了。